所以我不能打，我不能抓一天线的。哎，傻逼傻逼，你上来，你要不你上来，让我跟你干一下子来，我抱你上麦。黑卡，要不你来，你来行不行？你开麦，你给我二麦三麦。哦，对对对，二麦三，卡黄了，差点忘记，我的天哪！你大哥干不过，干不过你，你跑过来，你啊，你跑过来，你我都不用干你，你跑过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就说一句死胖子就不行，你他妈天天操人家妈就可以，是不是啊？还举报，你快去举报，你现在去举报我，你试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把你们怎么了吗？我是吧？还露脸，我不要脸哦，露你妹的脸，露脸要什么脸吗？还跟我谈脸，现在有没有脸？现在你们大哥脸大啊？傻逼胸，我没有胸，贫胸，我飞机场，你们一起上吗？来，不服干，我不是在干吗？不是在干，我哪里没有干吗？我都不用你们叫，我就干。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你这，我怕我的。刚才我们家有个兄弟居然说，这个不知道干不干得过哟。我熊哥告诉你能不能干？哦，熊哥就告诉你。刚才是我们家的一个兄弟说的，啊，能不能干？哦，是龙哥说的是吧？我就说嘛，我压根我就没发火，我一发火，你看一下，兵来将挡，谁来吐他？谁来，我不就吐吗？我就呸！还不能干你，你别说他了，连第一个我都干，我还怕你，我怕你吗？不能干，什么玩意儿嘛，什么玩意儿？你问一下我们家兄弟阿哲，我都敢去，我还怕你。这个立刻我就拿你们跟你们开个玩笑，不要介意哦，不要介意啊，不能介意，这个不能瞎搞啊。我们跟五弟的关系，跟画室的关系很好，不能瞎搞哈，这就啊，不能带这个节奏，好不好？这是怎么是我挑的？让他喊个麦，对吧？他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喊个《西游记》，他妈的喊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对吧？喊两句又停一下，喊两句又停一下，这也叫喊麦？哦，我还不能说一句，你能喊就喊嘛，你不能喊你就闭嘴，我来嘛。